你再打过来一点，你这。来，我小孩天天哭。你准备好了没？我先冲一下血。来吧，好吧，来吧，我冲血了。嗯，我也活动一下，兄弟。活动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八德过，你看你还有那么多的准备工作，我已经可以了。该了，我们可以了。来吧。你好大呀，老婆！准备好了没？你都这么大了，现在养肥了，今年就可以吃了呀。不养肥也可以吃了。你要做纳米去搬手，不是顺的，对。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。3、2、1。不是吗？三两胜，这应该有吧。真是，可能胸肌没发到力。嗯，好。这次节目还没热身，好做热，来吧。该让你了，真的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我劝，你让我一把，我们三局两胜，这第二把。好，3、2、1，三局两胜是第二把，这第二把，一比一，就加10了，现在已经。退一把了，退一把了，1比1啊！你赢了我一把。你有想过前两我故意这样子？啊，我留一让你。我也觉得你是这样子的，这一把，所以说我会拼尽全力。可以，我也会拼尽全力，你放心，全力以赴我们就好。反正这手，这手不行，这手不可以。你这手有力气吗？没力气。对啊，我两只手没力气。公平公正是吧？公平公正。好，你坐过来一点，你坐过来一点。对，公平公正。你手腕不能太胸外，对不对？像平时的。好，3、2、1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还没准备好？对啊，你都已经输了。我没准备好。等一下。对啊。只要平时啊，你是在用什么？就是定理，没有，就用什么物理，就是两个人就叫平时啊。对啊，你看你不能先掰过我，不然你受力。你不能先掰，你必须先发力。好，3，对，还没开始，你抢了。是平时的，你看你说没平时？对，平时的。来，我说3也开始啊，或你来说，这你来说，我们白说平时，然后你说开始。3、2、1。你看你又作弊，没有，你甩两个手，你身体倾斜了，我身体没倾斜，那你也可以倾斜，我也可以倾斜，这不算，就全力以赴啊，我都说全力以赴啊，我也全力以赴啊，全力以赴，嗯，不倾斜，嗯。你看你又开始，我很想笑，我每次看你的表情都太想笑了。你多看看，你这样，哎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吃了椰壳粉玩这个，不行，你又想把家里弄多乱。来，我开始，3、2、1，太好笑了，我都被你笑得发不了力了。我是不是赢了？啊，你赢了。
好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可以吧？我故意让你了，就是。嗯，老公你好厉害、啊，你真厉害啊，老公。建立啊，已经两星。你们往那边走。你们干嘛？三二一。你用力了吗，大哥？用力。真的。三，哎，手在干嘛？你手，你是不是也给放上去？三，手还可以放的，可以放在桌子边缘的吗？不可以放在桌边缘的，那会借力。不会，你也可以借力啊。好，三，二，一。你真的用力了吗，大哥？我请问。